继续要来关心的宪法法庭针对37名死囚的死刑存废事件案做出了核宪限缩的判决，引发了朝野激烈讨论。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喊出大法官听见了人民的声音，死刑有条件核宪是人民的胜利。不过呢，这跟党中央的看法似乎是不太同调。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面缓颊，强调死刑名存实亡是共同看法。今天显然大法官听见了，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因为这些人民的愤怒之声开始谦卑了。死刑议题闹得沸沸扬扬，面对宪法法庭宣判有条件核宪，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说这是人民胜利，只不过党中央态度强硬有不同看法，直指事件结果等同宣誓实质废死。难道党团党中央又有双头马车，造成实质上或名存实亡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论点，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看法。或许是沟通不良，朱主席在为自家立委打圆场，其他委员们也在表态帮补血。八大关五大卡的这样的方式，这是不是代表未来你要判死刑真的是难上加难？大法官释宪结果出炉，似乎踩在核宪与违宪灰色地带，接下来法院要判死得先面对八大关卡。蓝委批评绿营此举等同事分阶段废死。八大关卡文字游戏，大法官已经不只是宪法的守护者，更把自己变成是立法者来自居。国民党不断的在带风向说大法官的这个有条件核宪事实上是什么实质废死，我干嘛？这都是国民党在带风向。大法官丢出部分核宪，这一颗变化球也掀起朝野激烈讨论。记者张文鹏，台北采访报道。